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， 玩回去，我是雅思。我们现在玩的是 Free Fire 的团队突袭，不是也配对。今天是跟真真的锵锵好朋友一起玩 Free Fire， 对，里面有一个玩家认识真真啊，然后那时候真真有邀我玩，就偶尔真的我也配那个配到的队友真的是太惨不忍睹，太不合群，太可怕，全部都零杀的状态下，有时候刚好真真邀我，我就会进去玩，然后他就会跟一些战队的玩家就刚好一起玩，他好像都会到处去认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，就是我根本从来不会去认识的人这样。就像女神联盟好像也是因为真正的关系，我稍微认识他几个里面几个成员这样。我这边有哇三个，OK， 下一次哎最后一个哎，对，所以是蛮奇特的，他都会到处乱认识人。然后认识的时候，今天就是跟其中一个女神联盟的玩家一起玩这样子，然后他刚好就邀了两个我不认识的人，这样，我不知道是女神联盟啊，我没有认真看，他只问我说可不可以玩这样，然后我刚好就想说这几场被雷，然后就来跟他们玩一下这样，然后大家也看到我，哇哇，这是什么左右护法是不是，好酷，然后这样我穿的是那个潮元素的套装，然后帽子是穿那个。第一期《Elite Pass》男角的那个面具啊，对，然后就想说你有没有穿这套套装？以前打排位蛮常穿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继续玩吧，这样玩一下 MP5。最近是玩机械终极 MP5 啊，就是有去抽这样，不然之前都是玩粉红天堂。我觉得我比较习惯机械终极，虽然说它的加成好像差不多，就粉红天堂跟机械终极好像差没有多少，对，但我好像比较手感比较习惯机械终极这样。好，来吧，看他敌人在哪里。欸，已经过来了吗？看到了。OK， 倒一，剩三个。欸，等一下，三打三了，三打三，看能不能救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好，看到。欸，爆枪，爆枪。倒一。OK， 这个应该是直接倒了。但他是不是要救啊？哎呦呦，两只，啊，没办法，两只包我一个，血不够啊。哇！鞭尸，还鞭。对啊，还鞭尸，好，二两个打一个打赢了就嚣张是不是？就鞭尸是不是？好，看我的，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这场稍微的要打的小心一点啦，好，遇到这种鞭尸的。哇，两个打一个打赢就开始嚣张，就开始鞭尸了，真的是，我觉得鞭尸这种东西真的是很容易争议啊，就搞不清楚你到底鞭尸的意思到底是嗨你好我是你的粉丝，还是嗨你看我打爆你了，我两个人打爆你一个，如果是第二个的话就觉得有点夸张。二打一真的虚说真的没什么好嚣张的，可是我们一打四好像 YouTuber 一打四都是正常，然后别人二打一打赢了就是厉害这样，真的很可怜有这张 YouTuber。来，我看一下，你看到人？队友怎么倒？后面哇，倒太快了吧？等一下，不要，不要，等一下，撑住，喂，哇，三个全倒了，剩我一个，我要一打三了，还可以，一打二，倒一了，可以，这边有一只，抬到枪，抬到枪，碎，最后一只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剩一只，剩一只，嘿，鞭尸是不是？啊，鞭尸是不是？啊？编回去了，对，编回去了，编人的，怎么样？我生你下来哈，我把你生下来，你给我在外面嚣张，两个人打一个人就嚣张，我生你下来是鞭尸的吗？哈，你出去两个人打一个就开始嚣张，那人家打世界杯怎么办？到处鞭尸吗？到处看不起人家吗？你在一个小小的经典模式团队突袭赢了，两个人打一个赢了就开始嚣张哈？没有啦，开玩笑了，以上纯属那个。做效果，虽然说我做的效果有点烂，没有，我觉得就是反正没差啦，就你编我嘛，我就编回去这样，你互相往来嘛，你爱编嘛，然后行啊，这么嚣张我就编回去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还一打三呢，对不对？你两个打我，一个就在鞭尸，我一打三才鞭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有时候不要太那个脸皮太厚啊。两个打一个就嚣张成这样，
这个收入给你赚到30K，不就嚣张到天上去了吗？哎呦！啊！可以可以，队友 ，nice。好 ，OK。感谢队友。这场队友真的是构造构造，至少我看得出来这场队友在打什么。所以有时候你知道，之前我有 po 一些影片嘛，你们自己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到底在打什么，我看不懂。哎 ，OK， 不用我说，哎，有一只来了，等一下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可以 ，nice nice。OK， 我们这边两个打一个哦，你看我就没有辨识没有，这是队友的功劳啊，不是我强啊。我看一下玩什么，双眼1887好了。欸，他们好像就没有编我师嘞。欸，不对，我刚刚好像没有死。不要编师好不好？编师有个无聊的，容易起争议啊，又不是评委，81000就可以搞定。你当你评委啊？欸，现在应该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评委吧？欸，有人知道评委是什么？下方留言哦，可以讲一下。评委是一个机车行老板，以前的一个梗，可能现在小朋友不知道，有些小朋友可能知道啊。欸，如果你是小朋友知道的话，留个言，我知道一下。代表你很厉害，会关注以前的梗，现在都是在 Hello 这个梗。评委起争议啊，大声就能搞定。哇，我炮枪，终于没炮枪，可是互相把对方打倒。欸，队友很 cover 欸，那个，哇，现在剩最后一个敌人了，队友很燥，队友真的很燥，这不是我在抢，是队友在燥啊。队友够燥。来，我拉一下血。麦当劳。我现在剩我跟另外两个队友三打一，应该是可以啦。他说好像是在什么栅栏后面，是不是？要推吗？他们问要不要推，我丢手榴弹啊！丢手榴弹，把他施加点压力，把他赶出来。在哪里啊？没看到人。后面。这栋。哦，房子后面是不是？他可能绕后面绕掉吧。等我看一下有什么，捡一下，偷捡点东西。怀疑零一四，捡一下，玩一下。看一下。图书馆。他说图书馆，图书馆应该在更左边吧？是吗？前面那一栋图书馆好像是那个长形的。他们都不动欸。欸，等一下，你们这是时间暂停器吗？你们怎么都定格了？欸，不是哦，是我使用时间暂停器哦。那两位小姐姐全部都停下来，我还在动啊。欸，嘿，各位，雅思手上有时间暂停器哦。欸，刚刚真的是他们两个女生都没有动，然后就我一个人在动。他们两个女生全部都暂定位不动。如果套一句小屁孩，他会讲：“欸，做事啊，小姐姐。”小屁孩都会看到那个，就是人家玩家不动，就以为他不做事，其实是在看敌人到底在哪里啊？要打保守，要用脑袋打，不是在那边用无脑冲啊。对啊，因为之前有遇到那个小朋友跟我讲说：“欸，哎呀，是做事啊，做事啊。”可是我就是看敌人在哪里没，敌人都不知道在哪里，然后队友就全部脑冲，然后全部挂掉，就剩我一个。好啦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然后记得我每天晚上6点发片，一定要来看哦，不要用首页啊，用订阅内容看我有没有发影片这样。好，下部影片再见哦，各位，拜拜。